线索，谁删止泪来滴干你潜藏那一面，收敛极尽人前，遗留着实证说明又开始。急退后急退算，决意将推翻，而话静待一炮沉思散未晚，就离目击他越走近越变差，事实在分叉，重重迷团变幻姿态，千种心理见解，一种天理已在旁观他。未及目击他用实验做推翻，没流动偏差，仍能寻回乐园作家，可分析去拆解，怎解释理性共情之间。而家出面仲有一個持槍悍匪，同埋殺人兇手喺未拉到。Pro Sir 話莫浩良手上有啲佢伊白食嘅藥膏，原來俾到 X 係個女人。出！我哋由新娘中槍嘅位置反向重組彈道，如果冇同花樽阻隔，改變子彈嘅方向，粒子彈係會射向新郎。如果目標係新郎嘅話，咁即係話呢啲鴿係俾新郎服食嘅。伴郎係成年人，有女朋友，有愛的紋身，又同新娘避曬有咩關係？但係如果佢好朋友係個男嘅話，又點睇呢？從佢鞋嘅方向同埋坐嘅姿勢，應該將新郎同埋伴郎嘅舉動睇得一清二楚。老實，警察，慢喐！唔係我推落樓㗎，係要殺我啊！病人收到到下昏迷，琴日受创，日脑骨折 ，BP 120好885 ，pulse 80，呼吸每分钟15下，系长期心脏病患者嚟嘅。呢度嘅工人外者话，曹景添喺堕楼之前见紧佢女婿麦永富阿 Vic， 时间大约系下昼3:00，佢斟完茶之后就翻落楼。之后过咗10多分钟，大门门钟响，系我哋嘅 Madam 同埋 Wing 到嚟，外者带咗佢哋入嚟，经过后花园就听到声音，见到曹生喺天台度跌咗落嚟。暂时冇人知道案发嘅时候天台发生咩事。唔紧要啊，啲证物会话到俾我哋听，当时究竟发生咩事。我已经讲咗好多次啦，唔系我推落楼噶，系自己跳落楼噶。咁你今日为咩去揾曹景添啊？咁我间公司唔掂，周转唔嚟，咪借啲钱咯。点知唔借不特止，仲发晒癫咁闹我。咁我咪同佢嘈几句咯，佢就攞把生狗刀嚟捅我。好彩避得快啫，如果唔系我死咗啦。你系佢女婿，你有困难佢唔帮你不特止，仲要攞把刀嚟捅你，你哋关系都几恶劣喎。我点知啫？或者阿 N 死咗，对佢打击好大。咁又系嘅，佢单粒女，白头人送黑头人，发癫都正常啫。如果唔系我走投无路，我都冇呢个时候去烦佢。你右边后腰有一笪疤痕，原本系纹身嚟噶。咁有纹身好平常啫，潮流兴啊嘛。讲到咁平常，又点解要用激光铲走佢啊？呢个纹身原本系一个比翼双飞嘅图案，两边翼下面都有个 W 字。你英文名系 Vic， 头一个字母系 V。同另外一個字母都係 V 嘅人湊埋一齊，就變成 W， 代表住你哋兩個深深相印，互相緊扣。你同佢係一對同性戀人，但係為咗娶阿 N， 就要剷走呢個愛的紋身。你點解會知㗎？咁你真係承認你係同性戀者啦？咁係又點啫？你為咗錢娶阿 N？ 係。曹景天發現咗你係同性戀嘅，鬧你為咗錢呃佢個女，甚至乎好激動咁攞把生果刀去捅你，於是乎你好嬲，推佢落樓係咪啊？唔係，我冇推落樓。系佢知道同性恋，好嬲佢呃佢个女，佢仲攞把刀嚟捅我，我已经抢咗把刀掟落地啦。系佢自己唔忿气，挡我唔到，佢走去跳楼。佢话只要佢一死，
我一定要坐监，我一定会水洗唔清。我见佢跳楼，我已经第一时间唔去救佢噶啦。我捉都捉唔住，佢自己跣落去啊嘛。我真系无辜噶，无辜定蛊惑啊？呢头同条仔依泣，嗰头走去娶老婆。我而家死无对证，你讲乜都得噶啦。Hello Win， OK 唔该晒。你外父已经过了危险时期，可以落口供，你而家唔使担心死无对证啦。曹生，医生话你嘅身体好虚弱，我都唔想耽误你时间休息。我希望你老老实实回答我哋嘅问题。你已经拉咗个衰仔未啊？系佢㧬我落楼嘅，拉佢啊！但你女婿话你自己跳落楼嘅喎。佢讲大话，嗰个衰仔好蛊惑噶。曹生，你冷静啲。总之佢乜嘢都系假嘅，拉佢啊！我想请问你知唔知道你女婿是一个同性恋者？你讲咩啊？我唔知。我哋睇翻当日婚礼嘅录影带，睇到阿威同埋伴郎 Vincent 趁冇人为意，好亲力咁捧佢只手一下。我哋睇得出佢哋关系好唔寻常。而当时你就系坐喺佢哋冇几远嘅地方，根据角度，佢哋咁嘅亲力行为，你应该睇到，你点会唔知啊？点解你要讲大话？家丑嚟噶，仲要喺个女出嫁嗰晚先至俾我见到，讲出嚟探庆香。你明知系佢哋同性恋，仲将个女嫁俾佢？人会变，月会圆。我期望佢娶咗我个女之后会改变，以后唔中意男人。我个女都可以接受，又点到我呢个做阿爸嘅反对啊？你真系咁包容？我得一粒女，我好锡佢噶，为咗佢，我乜嘢都可以做得出。但系据阿威所讲，系你用把刀捅佢嘅。佢讲大话，系个畜生捅我先噶。阿威的而且确系有刀伤，究竟成件事系点噶？原来个衰仔一早就影咗我个女啲裸照，佢走嚟同我借钱，我唔肯。佢就即刻攞我女啲照片出嚟要挟我，话要俾啲杂志登。个衰仔根本从来都冇中意过我个女，整日扎畜生嚟噶。我当时好嬲，我话要报警。佢惊起上嚟，就攞把刀嚟想话杀死我。我走埋去抢佢把刀，就喺大家争执期间，一击伤咗佢。我只手都有整亲噶。突然间，我衰仔变到好似发咗狂咁。我喺埋烂河嗰度就推咗我落楼，所以你哋一定要拉到佢，等佢坐一世监。最紧要就系帮我女攞翻啲照片，你哋一定要做到，我知道嘛？究竟系女婿杀外父，定系外父自杀，屈个女婿杀人？曹景添同阿威讲到实牙实齿，七情上面，今次真系罗生门。唔通要揾测谎机嚟睇下边个真边个假，或者揾个读心神探嚟都得。其实要揾答案咧，仲有其他方法嘅。不过要阿伟喺科技罪案组翻嚟咧，可能会有新线索。Madam 讲得冇错，阿 Vic 手机有料到。冇错 ，Madam， 佢部手机咧之前有批相 delete 咗，经过修复还原之后咧，发觉全部都系新娘阿 Ann 嘅裸照。呢个阿 Vic 真系贱到冇人有啊！即系话曹景添讲嘅嘢系真嘅，冇错。阿 Vic 可能要挟吴成栋咗杀机，但系曹景添都可以恼羞成怒屈阿 Vic 杀人。咁即系仲原你答报，唔知边个真边个假啦。最大可能咧，系佢两个嘅口供有部分系真，有部分系假，系几废话嘅。又唔系喎，我觉得你讲嘅嘢好可能系事实。诶，唔好咁快泄气住啦，吓，积极啲去揾料。Yes, madam。
呢把生果刀喺現場揾到嘅空氣，紅色圈圈住嘅係曹景添手指公嘅指紋，指紋嘅方向係向住刀尖，即係話當時揸住刀嘅係曹景添本人。綠色圈圈住嘅指紋係屬於阿 Wick 嘅，方向係同刀尖呈反方向，應該係佢外父吉中佢左腰嘅時候，佢搶刀嘅時候留低嘅。大家看到咧，呢個係 Vic 左腰嘅傷口。嗱，傷口嘅寬度同生果刀刀鋒嘅尺寸吻合，傷口垂直，兩邊傷勢平均，係以直插嘅角度造成。不過咧，插得唔算好深，深度大概一 cm 到。嗱，呢一個咧就係曹景添右手虎口位置嘅傷口，應該係俾生果刀介傷，傷口好淺，係屬於防禦性嘅傷痕。如果以我推斷嘅話咧，應該就係外父同女婿發生爭執。外父隨手喺台面立起把生果刀，正面捅咗女婿一刀。女婿反抗，想搶刀，於是就好大力咁樣捉住咗外父持刀嗰隻手。所以咧，外父嘅右手手背上面咧有阿碧嘅手指痕。阿碧喺搶刀嘅時候咧，曾經屈過曹景添嘅右手，將刀尖嘅方向反轉，因而介傷咗曹景添右手嘅虎口位置。到最後，阿碧成功搶咗把刀，跟住就掟咗落地。即是说曹景添真的讲大话，他真的拿把刀去捅自己的女婿。但是我们还未知道究竟是曹景添自己跳楼然后屈他女婿杀人，还是他女婿被外父捅了一刀扭起上来推个外父落楼。我想转头大家应该找到答案。这条就是曹景添当日穿着的西裤。曹景添堕楼跌断脚，西裤上面有他自己的血迹，但除此之外在他裤管内侧那里沾有一些灰尘。我在案发现场天台栏杆那里收集了一些灰尘回来，证实是跟曹景添裤管内侧的灰尘相吻合。大家一定想知道到底他堕楼的时候是怎样才会揩到这些灰尘。椅背代表天台的栏杆，而粉笔就代表栏杆的灰尘。假设曹景添真的被他女婿阿碧推落楼的话，会有以下四个可能。第一，是正面将他推落楼。第二，是从背面将他推落楼。我想不用再示范，大家都知道就算曹景添是侧着身被阿碧推落楼，都只会是裤管两边外侧揩到灰尘，而不会是内侧。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曹景添自己爬出栏杆跳楼。天台栏杆的高度是规定的 1.1 米高，以曹景添的身高，他要攬过栏杆才可以跳到落楼。我哋用多波段嘅紫外灯照到曹景添两边嘅膊头上面有呢啲皮下嘅伤痕，呢啲就系阿碧嘅手印。照你咁讲，应该唔系佢哋两个打交所造成嘅。从手印嘅方向嚟睇，应该系阿碧喺曹景添身后所造成。冇错，如果以我估计嘅话，应该系曹景添要跳楼屈阿碧杀人，于是阿碧冲上前，从佢后边捉实佢膊头，希望掹翻佢翻嚟。好可惜嘅掹唔到，曹景添就咁就跳咗落楼。終於真相大白啦！寧願死都屈佢女婿，曹景添真係好憎佢。佢好愛佢自己個女侄真。之前驗過新娘阿 Ann 係食過甲元素，懷疑真正想害人嗰個係阿 Wick， 唔通呢啲嘢全部都係曹景添做嘅？普通一個老人家又唔係醫生，點會有甲元素先？其實好多病症，例如心臟病、糖尿、高血壓之類咧，用嘅藥物都含有甲元素成分。曹景添有心臟病，我見過佢食心臟藥嘅。咁真係要攞張搜查令去曹景添屋企探一探佢。
生，我哋喺你屋企搜到一条属于你嘅袋巾，经过化验之后，发现上面有手枪麻友嘅油迹，同埋子弹火药嘅残迹，证明咗呢条袋巾喺当日婚宴枪战嘅时候，曾经攞嚟包住休班警员嘅背枪，亦即系杀死你个女嘅嗰把枪。系，枪系我开嘅，但系我要杀嘅唔系阿 N， 而系你女婿阿 Vic。而嗰日喺天台，你想再杀佢？系，嗰日我想攞刀捅死个衰仔，咁都唔死咪饿死咯！我要跳楼屈佢谋杀。你宁愿冇咗条命，你都要害佢啊！佢咁样对我个女喎，嗰个衰仔冇人性噶，佢为咗钱娶阿 N 不得已啊，仲处心积虑，一早影咗阿 N 啲裸照，依家阿 N 尸骨未寒，佢都走嚟勒索我。我求下你啊，你借俾我啊！我真系冇晒办法先问你借噶咋？你唔使再嚟讲。好，你要勒住荷包嘛。我俾啲嘢你睇啊。你系唔俾钱嘅，我咪 send 啲相去杂志社咯。咁听日全香港咧都睇到曹景添宝贝女嘅剥光珠相，其实真系好羡慕你嘅，生咗个又白又滑嘅女，有好嘢嘅，咪益下街坊咯。你呢个人渣，去死啦！啊！你癫咗，死老爷！死老爷想杀我嘛？我而家就报警，我睇点死。我死都唔会放过你嘅，我而家即刻跳落去，我死咗你嘅性命，天坐监啊！你冇乱嚟啊！佢害死阿 N 嘅，我个女又乖又纯品，佢真系死得好冤枉。你可唔可以讲翻喺婚宴当日，究竟乜嘢导致你要攞起支枪杀死阿 Vic 咧？我得一个宝贝女，我听到阿 N 话要结婚，我都不知几开心。佢话希望有一个浪漫嘅婚礼，于是乎我就尽心尽力帮佢搞。我希望我个女会成为全世界最幸福嘅新娘，但细估唔到。佢千眼万眼假作嘅机嘅，仲要系摆咗佢又俾我无意中发现。当时成个人都呆咗，我心谂唔通佢哋系机嘅，会唔会系我自己睇错咧？所以我就偷偷地跟住佢哋，点不知俾我听到晒。唔好咁啦。唔好咁，唔好咁，你有冇谂过啊？成日见住你同嗰个女人依依泣泣，人哋好难顶啊！忍多阵啦 ，Vincent。只我同佢签咗字，佢就会将佢旗下嘅信托基金交俾我哋打息。就系咁啦，搞掂晒之后，我哋马尔代夫，到时咯，你想点依泣咪点依泣咯。依家个孙仔一直都喺度嗌，佢净系贪埋 N 啲钱，我都唔知点算。我唔知点样同 N 讲，我日日都有心脏病，当时就痛到我心揦住揦住。忽然间醒起，我有个朋友有糖尿病，有一次佢攞错咗我啲药丸嚟食，搞到佢抽筋作呕入咗医院。我知道阿 Vic 都有糖尿病，于是乎我偷偷地将我粒咖啡丸放咗落啲橙汁度，我希望佢饮咗杯橙汁唔舒服，最好入埋医院。咁個婚禮就搞唔成。點知阿碧冇飲到杯橙汁，反而俾咗你個女飲。整定嘅，我真係冇勇氣同個女講出真相。嗰個傻女見我成日喺度吞吞吐吐，仲以為我唔捨得佢嫁人添。爹哋唔好咁啦，我又唔係嫁去外國，我會多啲翻嚟陪你傾偈食飯啊嘛。听到出边有枪声，我女第一时间就扑出去揾个衰仔，我跟住又冲出去，当时子弹乱咁飞，我去唔到阿女身边，焗住匿埋喺另一边。Vic， 阿 N 佢根本冇理过一冇危险，净系挂住扑去个衰仔阿 Vic 嗰度，但系佢阿 Vic 净系挂住个契细佬，我真系睇到眼火爆，火烧心。我突然间见到地下有支枪，我谂都唔谂就执起佢。我要杀死个衰仔，我要杀死佢，我要杀死佢。
对不起，我射中咗阿 N， 佢亲生十四字已嘅女，阿 N 死得好冤枉，好冤枉。既然你懂得找條袋巾包住窗，不留啲指紋，咁點解你唔抌嗰條袋巾佢咧？因為條袋巾係個女送俾佢嘅禮物，由細到大所有個女送俾佢嘅嘢，佢都冇抌到，全部留低曬。佢真好錫佢個女，為咗佢咩都願意做。不過佢個女唔會想佢爸為咗佢而殺人咯。我殺咗人，罪又認得，但係我喺度諗。我个女咁乖，佢点解要死啊？而嗰啲衰人仲可以烧肉饭外，系咪天冇眼？系咪天冇眼啊？点解啲衰人冇报应啊？Vincent， 你等我啊！赵太啱就会追到佢啊！放心，我 A 掂佢噶，系咁啦。俾我阿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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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搞？哎呀，行开啦！搞错啊！赵太，赵太，赵太，喂，赵太啊，我问过你私人秘书话你 high tea， 我唔会阻你好耐嘅啫。讲啊！啊，赵太啊，你之前唔系话会投资我哋公司嘅，但我 check 过个 account， 依两日都未过数，会唔会中间有啲咩出错咧？错就系错噶啦，不过错喺你嗰度。啊，赵太啊，点解咁讲咧？你都系当我懵下懵下，报纸杂志登晒出嚟啦。你中意男人噶，唔啱 channel 就唔好搞我啦。赵太，杂志讲啲嘢。赵太，你块面打晒杂噶啦，有开你执到啦。仲有啊，跟住温仔温晒钱，临到过唔到世啊！你个衰人啦，你唔好整污糟对鞋。彩你又失身份啦！你听天收啦！收收你老钳婆先啦！我俾天收，我惊未惊过啊！个设计图我 send 咗俾妈咪睇噶啦，冇问题噶啦。咁你随时安排开工咯喎。OK， 好啦 ，thank you， 拜拜。两个都要晒佢咯，冇你咁富贵啊！你有嘅，齐齐带佢哋翻屋企啦。你估享齐人之福咁容易啊？我啊，做供楼噶，你又唔同啊！真金白银拎啲钱出嚟装修间屋，等你妈咪翻嚟住，你先系富贵女。我至多系认孝顺女嘅啫喎，做孝顺女应该嘅，难得咧你锡埋你个 Uncle Raymond， 爱屋及乌，俾个 like 你。咁梗係啦，我都想媽咪同 Uncle Raymond 啊可以開開心心白頭到老噶嘛。佢哋新婚啊，我攞啲錢出嚟幫我哋裝修間屋，住得舒服啲。我覺得啲錢唔慳得噶喎。係噃，你仲要自己搬出嚟租屋住？哼，你呢排的確唔係富貴女嘅。咁你明白就最好啦。陣間你請埋我食飯仲好啊。好。Thank you。Hello。咩話？喂，我俾咗订噶，啊好啦好啦，见面再讲。我就嚟冇瓦遮头啦。发生咩事啊？间屋租唔成啊！我爸爸本来喺常平定居嘅，但系突然间患咗 cancer， 医生话佢时日无多。咁我呢个做仔嘅，咪谂住搬佢翻嚟香港照顾埋佢最后呢段时间，所以间屋咧真系唔可以租俾你。呢张30,000嘅支票要俾翻你，真系唔好意思。嗱，阿张生啊。你都有住開嘅地方噶，你又咁有孝心，唔係應該將你爸爸帶去你屋企度一齊住，咁咪仲好？係咯，咁間屋我又租俾我朋友咯。你有所不知啊，依間屋係我以前爸爸住開嘅，好有感情，所以佢最後嘅心願諗住住翻喺度。依個我爸爸，佢本來身體好好嘅，你話做人幾快樂咧？張相係幾時影嘅話？大概係5年前，我爸爸咧喺間屋裏邊咧住得好開心嘅，同班街坊有熟。所以佢真係好中意間屋嘅。嚇，咁得意嘅？你爸爸面上面有咁深嘅酒粒，你係冇嘅噃。啊，而且佢下巴咧仲有條咁深嘅坑紋添，你亦都冇嘅喎。小姐，你識睇相㗎？想贈我兩句。
你要講得清楚啲，如果唔係張生唔明噶。根據 Mendelian inheritance， 即係孟德爾遺傳定律，人嘅遺傳因子有分顯性同埋隱性。簡單啲講咧，顯性嘅容貌特徵咧就一定會遺傳俾仔女嘅。嗱，例如好似酒粒啊、下巴嘅凹陷位咁。你咁講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我有權懷疑你根本同呢阿伯係冇父子關係。即係話你呃我啊？你唔俾我執翻嚟養啊？就當你係啊！你話呢張相係五年前影噶嘛？呢一棟樓啊，啱啱月頭先起好拆棚，仲等緊入伙子賣樓啊！五年前應該仲係一笪爛地，咁你點解釋啊？總之凌小姐，我份人咧就想好嚟好去嘅，你收我張支票攞一定就了事啦，係咁。冇咁容易了事。你大費周章做咁大故仔出嚟，仲咒埋自己阿爸生 cancer， 睇怕而家樓市價升緊，有人用高價錢買緊你層樓，所以你就唔肯租俾我朋友，係嘛？你知就最好啦，左人發達猶如殺人父母啊！一句到尾，我係業主，我有權唔租。你有權唔租，我有權要求你賠雙倍，60,000蚊先啱數。唔俾啊，法庭見噶啦噃，到時咧就釘你張契，等你層樓賣又賣唔到，租又租唔到，你都唔想噶。哇！咁啊，賺咗30,000蚊，啱啱係一個靚手袋。但係唔通啊，將個靚手袋咁樣托喺個頭頂度咩？咪咁啦！嗱，香港地啲樓咧，你起得密質質咁嘅，你洗驚冇瓦遮頭。嗱，只有咁啦，我陪你睇樓。你講啊，容易咯，你知唔知要揾到啱地點、啱環境、啱心水兼啱風水啊，好難㗎。你想唔想每3個月買一個新手袋？你嘅意思即係話我每個月可以多10,000蚊供樓？係咯係咯，嗱你嗰度咧一廳三房夠曬，通常一個人住未免孤寂咗啲咧。係咯係咯，多個人就多把聲，好啲嘅嗬。你都話好就得啦，恭喜曬，恭喜你榮升做包租婆，我都恭喜你終於有瓦遮頭，使唔使睇過風水先啊？睇你住個面色紅潤，人靚荷包漲，唔使風水佬睇都知風水好啦。一聽到光曬。喂，停車場喺嗰邊喎，手袋鋪喺嗰邊啊，唔使咁心急啦，包租婆。要啊！哎呀，哎呀，我冇事，甩臼啫，托翻正就冇嘢噶啦。嗱，我而家同你拍鬆條筋，陣間托翻正咧就好快噶咋，冇嘢噶。喂，阿強啊，你去聽啊，等我幫你。哦，唔該師傅，唔好意思啊。喂，陳。受到關注的富商余世芬大仔余忠健在美國的私家車撞單車一案經已審判完畢，余忠健最終獲得勝訴，今天下午返抵香港。我代表 Wilson 多謝大家關心，今次勝訴是否代表著窮不敵富的事實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論貧定富，今次勝訴是代表著法律絕對公正，法律就對有錢人公平咯。廢話來的，那些這樣的壞鬼律師啊，全部都是為了錢替有錢人踩鞋底咯。喂，律師是讀很多很多書的，才要拿到個專業資格啊，每句說話都有根有據的，冇得亂嚟的。喂，你唔識法律就咪亂噏你。你睇下，換咗個窮嘅俾人告啊，冇錢收，佢肯同人打官司，我批個頭落嚟俾佢當凳坐。哎呀，搞掂！哇，兄叔，你嚟了都要出句聲得㗎。嗱，我收鋪，我先再俾電話你好唔好，老陳？啊，係咁係咁係咁。哎呀！有啊，人啊，師傅，等我嚟得噶，師傅。點啊？好嘢啊！通，你出小句聲咪唔通咯。阿坤，我去買餸。咦，師傅啊，你嗰度咪個鐘點阿雲姐幫你買嘅咩？今晚呢餐啊，係幫我做律師嘅叻新抱洗塵，兼啊慶祝佢贏官司啊，我要趁住佢揀好嘢，係咁啦。恭喜曬師傅，慢慢行啊。哦。喂，朱浩平，整條靚嘅五花腩過我啊！兄叔叫到超靚啊！係啊，志豪啊，今晚餐飯啊，係幫我叻律師新抱洗塵㗎，兼啊慶祝佢啊打贏官司。知啦，正話喺新聞啊見到你嘅叻律師新抱啦。啊，呢條啱唔啱啊？嘿，啱，幫我斬件，件件要一寸厚到啦。得，件係你啫嚇，你新抱好上鏡喎。係啊，人又要叻，樣又要靚。
咁啊，先襯得起我個叻仔啊嘛！李阿棟啊，細細個跟你嚟街市買餸嗰陣，我都話佢叻仔嚟噶啦。啊，佢做嗰啲咩證話？法證啊，好多棘手嘅案件啊，都係要靠我個仔啊喺案發現場啊搜證，然之後咧就抽絲剝繭咁幫警方破案噶。總之一個字，叻醒十啦！係啦係啦係啦，一百個叻啊，得未啊？文文真的很乖的，樣樣嘢咧都自動自覺咁去做，唔使我同阿爸費神嘅。係啊，媽咪。哇，你自辯啊？我幫佢辯護啫。你手上邊咧，文文呢兩個禮拜嘅功課同測驗卷足夠證明佢冇因為你唔喺度而偷懶或者心殘。我真係一樣咁努力㗎。睇得出，啲證明好有力。不過你兩父女唔使咁啊，呢度唔係法庭喎。最弊你個樣好似上緊庭咁咧。文文睇功課咩唔啱啫？媽咪啱曬，梗係咯。各位觀眾，哇！哈！你三腳嚟啦！好在啫，好啱身啊！仲好眼光添，估唔到美國啊啲唐裝剪裁得咁好嘅，啲料先至正啊，滑一滑嘅。隻色水著得你好醒神喎！爺爺好型啊，宇宙最強！嚟嚟嚟，爺爺教你一招醉拳，鐵拐李獻走啊！鐵拐李獻走，呢份就係送俾文文嘅。好嘢，我得禮物。文文得禮物。做咩扁嘴啊？呢个水彩颜料好靓噶喎，你中意画水彩画唔好咩？冇用啦。点解啊？嚟紧文文学校会 cut 咗画画班喎。点解会咁噶？教教会个主席朱太同意嘅，慢慢了解啦。哎呀，文文咁多课外活动，少一样都唔紧要啫。嚟嚟嚟，爷爷再教你一招。嚟，佛笑迎人。佛笑迎人。好啱身喎！你雷大眼出咗咩眼光準㗎啦？坐十幾個鐘頭機啦，仲對住部電腦，休息啦！我而家晴天霹靂緊啊！我解決唔到咧，係唔會心悶嘅。嗰個朱太話，因為budget問題，所以cut咗個畫班，唔代表佢一定有私心嘅。你放心啦，我會查清楚，有證有據，我先會做嘢。但的而且確唔排除呢個朱太係利用家教會主席身份嚟假公濟私，因為佢自己一個女中意唱歌，就將啲資源放曬喺詩歌班度，而犧牲咗畫班。你要做嘢，冇人阻到你嘅。你唔瞓，我都唔瞓啦。我陪你。咁你咁樣，我點做嘢啊？你得嘅，繼續。你贏，係你真係攰啫，瞓啦乖。朱太，報太，乜咁早啊？未夠鐘開會喎。係啊，專登早少少，有少少嘢同你傾。係啊，坐啊。唔知咩事咧？嗬？我睇曬家教會嗰啲資料，話因為資源短缺，所以要重組興趣班。不過其實睇落詩歌班嘅人數又唔係咁多，咁點解唔吸詩歌班，反而吸畫畫班呢？因為詩歌班開得最耐咯，而且班學生而家又喺度排練，準備參加校際比賽，咁冇理由半途而廢啫。我明白，不過有啲學生會好失望。唉，其實我都好難做噶，順德哥情失數二，你個女又中意畫畫，佢個仔又中意吹笛。咁錢就得咁多啦，咁做得邊樣啊？其實詩歌班有冇需要請兩個老師咧？咁一個教唱歌，一個彈琴啊嘛。咁點解唔請一個老師又識彈琴又教唱歌咧？布太咧真係個好出色嘅律師啊，慣咗分分鐘就計錢，數口咧都特別精嘅。其實朱太你咪一樣識計數，係大家方法唔同啫。啊係啊，我知道你請咗著名唱歌家 Lisa Con 嚟教，你同佢咁熟，佢有冇俾 discount 你啊？我同佢唔係好熟嘅咋，係咩？但我上網揾到好多資料，話你哋係舊同學 ，form one 就同班組一齊唱 choir 啊！呢度咧有好多你哋好 friend 嘅相啊，我編曬出嚟，你要唔要睇下？你咁係咩意思啊？朱太，我都係擔心你，我先嚟同你講咋，人言可畏啊！不過我信你㗎，嗱，如果有人話你冇申報利益，
公器私用、私相授受，甚至串通诈骗，揾我，我即刻帮你写封律师信告佢哋诽谤。其实咧，嗱，纯粹提议咋，同 Lisa Kong 同期出道、唱歌创艺相约嘅人仲有好几个，系名气唔够佢大，但系价钱咧相宜好多。咁你考虑下佢哋，咪唔使 cut budget。咁诗歌班同画画班咪可以并存咯。好，咁阵间开会嗰阵，咪同其他家长研究下咯。水浸紧上嚟，鬼差叉住佢。天眼少女每次都讲得好圆，阿光明居士究竟系咩意思呢？佢讲紧佢天眼睇到嘅情景：天苍苍，海龙王，照女婿迎新郎，鬼卒林差远方。佢应该系见到女婿跪拜岳丈，牛头马面站两旁。听越唔明啊！咩节目嚟噶？鬼故啊？好，留翻俾听众们慢慢参详思考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天眼少女同埋光明居士嘅来电。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穿梭阴阳界，再见。持续开收音机，听唔到啦。哦，你真系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咩稀奇古怪、嗡嗡嗡嘅嘢，你都啱噶喎。系噶，你冇理由冇听过天眼少女系咪啊？佢成日打上电台讲中好多嘢噶。照光明居士講咧，呢個天眼少女咧有對天眼能夠睇通過去未來，係近期 hit 爆人物，最近啊出埋書添啊！咩人嚟噶？神棍咋嘛？咁我暫時又未見到佢有咩呃神騙鬼嘅行為嘅。咁我哋都好應該用一個開放嘅科學精神去睇佢哋噶。最好咧就俾你一湯一湯驗一驗，做個活體取證，等你睇得清楚啲。誒都好喎，咁麻煩 Madam 喺街度見到佢哋嘅話咧，塔佢翻嚟俾我啊！哇 ！Hello， 喂，咩流啊？附近有村民嚟呢度钓鱼啊，发现到尸体，然后报警。我哋过尸体嗰边睇下。跪喺度唔喐，啲水浸紧上嚟，跪差叉住佢。搞咩啊？都得鐘遲下會俾到答案我哋噶啦 ，Mandy， 你記唔記得啊？記得咩？正話電台啦，個天眼少女咪講嗰個人跪喺度唔喐，啲水浸緊上嚟，冇咁邪啊！呢份係海邊屍體嘅報告，你睇下。Thank you。男性大概30至40歲，頭部、肺部同胃部都有積水嘅現象，死因喺海裏邊溺斃。另外喺喉嚨嗰度發現有被切割嘅傷痕，照傷口嘅切割面嚟睇，死者應該係俾船嘅摩打手擊傷。點解浸死條屍嘅姿勢會咁奇怪咧？當日屍體旁邊係咪有嚿大石啊？呢個係大石，呢個係死者。水上嘅時候，死者衝咗上岸，撞埋個大石度，呈現咗屈曲嘅狀態。後來屍體變得僵硬，水退之後，死者就離開嚿石頭，停喺石頭冇幾遠嘅地方。但系仍然處於屈曲嘅狀態，所以我哋睇上去咪好似跪拜嘅姿勢咁咯。明白曬。揾到死者嘅身份未啊？我哋喺佢衫袋度揾到一封寫俾福建家人嘅信，對應翻資料應該係 II 嚟嘅。4日前水警喺附近截獲一艘偷渡嘅漁船，死者應該坐喺嗰只船度跌落海浸死。咁即係死因冇可疑啦。不過你仲諗緊嗰個天眼少女啊？喺電台講嗰啲嘢。講過三樣嘢。第一跪喺度，第二俾水浸住，第三俾鬼差叉住。生鏽燒烤叉，當係鬼叉？
飛機都撞紙鳥，有咁啱得咁巧啫啩？你冇有咁啱得咁巧都覺得好肚餓咁咧嚇？又好似有咁啱又得咁巧咁嘅。魚生廣場啊，開間新嘅鐵板燒啊，我哋試下。啱啱食鐵板燒咁 heavy 咧？我嚟啦。喂，等我睇下鐵板燒究竟係邊層先。哦，原來吃鐵板燒是假的，來簽名會至真啊！傻奴看一下。多謝。這個少女，麻煩同我簽個名啊。多謝啊。多謝多謝。麻煩你。多謝支持。麻煩你幫我簽個名。額頭有疊瘌就叫天眼，我靚妹都不知道夠16歲未。你不是想著做他粉絲問他拿簽名吧？你大禍臨頭，不得善終，死於非命。急推算决意将推翻，而话静待日后沉思实未晚，就地目击他越走近越变差，事实在分叉，重重迷团乱幻事态，千种心理见解，一种天理已在旁观他，未及目击他用实验做推翻，没流动偏差，仍能寻回混乱状态，可分析去拆解，怎解释理性共情。